哎，阿婆，戴上头盔。小盼，要把我带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戴上。啊？走了。 外婆，哎呦，我们成功了，我带你突围了。那帮人烦死了，赶紧带我逃远点。真的？你不怕？不怕，怕什么？哦，一会儿我女儿可能会追上来，赶紧走走走走走。好嘞，你坐稳了啊。走喽。 你先等我一下啊。 林小盼，你挺机灵啊，把我密码都猜着了。你下回设个高难度一点的呗。干嘛来了？帮我带他锻炼一下。是这么狂野？嗯，来都来了，帮个忙了。我知道。外婆，这是我的东家。 外婆，这个是我的闺蜜，叫嘟嘟，她是这儿的教练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嘟嘟，你帮外婆锻炼一下呗。没问题，走，我行了，我没问题，我来一下就知道了。吸气，对，好，往下落，呼气，坚持一下，对，怎么样？ 我来试试，来，您自己来，走，往上，吸气，抬，好，往下呼气。哦，哎呦，没事儿吧？还行吧？特别好，行啊，那我再来一点，您再来，吸气。外婆，你可以慢慢自己试一试。 这个也是帮助恢复我们的脚踝跟膝盖的，等您恢复好了，就能跟我们一起练健身操了。真的吗？没问题。试试。嗯。哎呀。哎。可以吗？来。哦哦哦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这个好玩！哈哈哈哈哈！给您慢点。 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
走路了。你现在看到的老妈，不是瘫痪的老妈了。小盼，你胆子太大了。万一我妈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小盼没什么错，你别批评她啊。现在呢，天底下只有小盼不把我当老太太看待。我现在宣布，小盼啊，已经通过面试，可以录用了。谢谢外婆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哎呀，我早就说过，我那些病啊，都是休息出来的，再加上操心。刚才呀，健身房的那个小教练说了，人只要一过70，就说明你的基因啊，经过了筛选，比任何人都好。妈，你可得悠着点啊，别太亢奋了，回头啊。又累坏了。我呀，不需要你指点人生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自由王国我以为你一直在自由王国里呢。在自由王国啊，就得说真话。王姨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不喜欢小金，我也担心你。我觉得他是啊，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，所以你以后啊，别带他来了啊。我也不想跟他装着什么和睦相处的样子。行了行了，妈，你也不用再说了，我们俩呀掰了。你们这么快就分手了？那这么说来，你们感情也没这么深嘛？我不想再提这个话题，回屋了。哎，小王总，您慢点，我给你推轮椅去吧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小杨，王一阳怎么了？好像刚才出去的时候把脚给崴了。啊？怎么会的呀？林大总管，您这是？您怎么来了？我要跟你说，我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了，一脚油门就到这儿了，你信吗？尴尬癌都犯了。我也不信，你不是刚来这儿工作吗？我有点不放心你，怕你扛不住。这一看你果然没扛住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的是从肉体到精神乃至于灵魂都用力过猛了。太惨了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我把那个盐袋儿都给你带来了。你还会做针线活呢？你先别管谁做的，人不都说偏方治大病吗？把这个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啊，哪儿疼敷哪儿，能舒筋活血。你别客气，以前你总帮我，我这也算是知恩图报了。你别总说这个，搞得我特别想高傲的回答你不用报答我。但我今天真的是惨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回去敷盐袋啊！来，我搀着你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跟你说，王家人真的不好对付。那小心，小心啊！来，来，小心头。哎呦，好舒服啊！哎，受什么罪呀？系好安全带。哎，不用看王洛图，看他们家老太太，我就知道一家子狠角色。你斗不过他们的，你看那老太太，出了健身房跟没事人一样。你倒是闲谈，没事儿，我能用瘫了腰的代价来搞定一个东家，我绝对是赚了。你忍着点。哎，嘟嘟，这盐袋我给它热了一下，你给它敷上。哦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，舒服。哎，反正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撤退吧。你今天算是误打误撞混过去了，但以后怎么办？哎，你仔细想过没有？
万一那王家人很喜欢周之伟，又万一你碰见周之伟跟王诺图亲亲热热的，你可怎么办呀？保证冷静。我还真是对你不放心。哎，左飞，哎，你也说他两句吧，我天天教育他，我都没词儿了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支持小潘。嘿，这我唠了一晚上，全在衬托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呢。嗯，多多，你就别劝我了，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月撑下去，起码要见识一下那个王诺图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服，谁都不服，就服你。哎，我先走了。自己在这儿趴着吧，不是，你这腿还没按呢。我按累了。小潘，哎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他们家人处的怎么样？别扭不别扭？哎，啥别扭？怎么跟你说呢？我觉得这一天下来，我就像是在通关打怪一样。王家这三个女主人就像是三怪，外婆是大怪，王一阳呢就是二怪，其次就是那个王诺图。今天我已经搞定了大怪，其次就是要攻克那个二怪王一阳。依我对王一阳的分析，他有一点点的轻微洁癖，所以我要在我的管理下让他们家窗明几净，让他对我无话可说。他们家劲儿这么大，我倒有个建议可以给你，你可以让那个老太太多买点机器人，这样你就能省心了。嗯，不行不行，机器人它只能打扫那种大块的地方，像窗户啊、地板，但是往往就是在那种犄角旮旯、那种拐角处喜欢积攒灰尘。对待这种洁癖患者，他们对那种墙角有出乎常人的观察角度。你也够不容易的，又要跟人斗，还得跟墙角斗。没关系。我可以利用华罗庚的统筹法，把平行和顺序的家务安排好，先安排平行任务的计划，再一步一步做顺序执行的行动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完全听不懂，但是我也只能说祝你好运啊！一会儿我得回去陪元一，我先买个盐袋再给你热的。谢谢啊。明天八点钟到那儿，九点钟的时候呢就要打扫草坪，十点钟是游泳池，十一点准备午餐，外婆要在12:30的时候午休，那我就应该在1:30的时候准备下午茶。